召集了整个骷髅岛的兵力取你们性命，除了你们眼前的，哼，后面还有源源不断的骷髅兵在等着你们，就凭你们几个，能杀得了多少人啊？我元昊一直以为我愿意为财而死，可是我发现保命更重要，这保命咱别要了。元甲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有发财的机会。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，走吧。元昊。 我不是为了发财，我绝不能让国宝落入洋人手中。好，那我就成全你，亲自送你一程。嗯，行。 呀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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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郭元甲，即使你武功再高，也不可能对付这么多人，他们很快就能把你们撕成碎片。谁说只有他们几个人？我们来了。芷兰、大巴里，你们都来了。还好来得不算太晚。各位教行兄弟，为了天下正道，我们跟着霍师傅跟他们拼了。我们是遵义霍师傅共济会。兄弟们冲啊！二弟，我跟你拼了！
以后我就管不了你了，你不许再勾引男人。霍元甲，你杀死了我的父亲，我要你死！霍元甲，现在我的父君已经死了，你们杀了我吧。我虽然不想杀他，可他还是因我而死。我不想再杀人，你带着你相公的尸体离开吧。希望你相公的死能让你改过自新，不要再执迷不悟。霍元甲，杀父之仇我记下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元甲，这里交给你了。嗯。